在这盘你给它炸着。妈妈，这个好大。好大，可以，可以放了，太细了就容易切手了。切手，切着，然后妈妈就入锅炒了啊。好。哦，这个行。先切。这个行。切。嗯，好棒。我好饿。啊，这个不漂亮。嗯，那对吧？可以了，儿子。那我再切吧。别切到手啊。那我再切吧。再切呗。啊，可以了，儿子。你看这个也可以啊。嗯，这个太细了，可以了啊。太粗太细都不好，细了呢容易炒一炒就碎掉了，太粗了呢又炒不熟了，所以要刚刚好，对不对？一个啊。妈妈，这个好。哦，这个好，真的很好，这个。哇，饿。我都饿晕了，还有什么？你看，哦，好棒，好棒，好棒，这个也棒。啊，这个有点切，对吧？这个有点粗。哦，有点粗，这个再切一半吧。小手啊，对准了，把手拿开。但我就想这样子。这太粗了，容易炒不熟。你去要尿尿啊。是啊。